世界品，藏海安布庄严第五段，合间花林啊，寄送、啊、第一首啊，从第寄送看起看起。看起二是普贤菩萨欲重选其意。 成佛为神，观察十方二说颂言。前面我们在长行里面所读到的，虽然呢只讲两桩事情，啊，一个是莲花啊河中的莲花，一个是两岸的。 花树、例子虽然只举了两种，啊，在总结里面呢是很清楚、很明显的告诉我们：香水和连间之地，夜夜谢居如是庄严。 问题，我们会不会欣赏？我们有没有啊觉察到？啊，关键呢，确确实实在此地呀、啊！啊，大概是我们一般，反复粗心大意。 就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见不到，体会不到，非常可惜啊！没有办法了，像化身菩萨一样啊！化身菩萨看一切境界，无非实相。 啊，那个是真的，一切障缘都消除了。啊，能够啊，在相中见到性，在寺中啊明其理。啊，这个是我们应当要学习的啊，必须要学习的。 设计仪，我们在此地呢，就省略了，不再多说了啊。成佛神离，观察十方，这两句重复了无数遍啊。简单的讲呢，上求佛道下化众生。 尤其是观察十方，啊，对于十方无量无边的众生，一定要知道，他跟我们是一体，啊，我们应当尊敬，啊，应当。 互助合作，啊，平等对待，和睦相处，啊，这个一定要向佛陀学习，啊，向这个呃化身菩萨们学习。现在，请看继松第一首。 其地平坦极清净，真经模拟共言饰，著树行列荫其中，松干垂条翠若云。这是说的华藏世界。 啊，化身菩萨修行居住的处所，那个地平坦清净。 这是果报啊！啊，我们从果报上呢，就要想到阴险他们是修什么因，得到这样殊胜的果报啊！实际上。 我们在佛前面供的那一杯水，化身菩萨们学会了。我们天天供，可没学会啊！这很可惜啊！这一杯水。 也在那里说法了，表法就是说法嘛，啊，他在那里教导我们，我们的心要像水一样清净，要像这一杯水一样的平等，啊，所以佛菩萨形象面前。 供的这杯水呀、啊，最好是用玻璃杯，透明的。啊，表法的意思呢就更明显了。啊，现在也有不少同学用水晶的这个小杯子，那很好。啊，它是透明的。 可不能供茶，啊，茶有颜色不清净了，啊，太浓的茶都不透明了，啊，那是表染物，啊，我们在前面读过，也跟诸位说过，啊，前面长行，幕后啊。 讲到这个，哎、呃，众生世间啊，众生世间就有善有恶啊。他那个表法，就是像花草树木带刺的啊，会伤人的，这个就表恶。 啊，我们从这里体会到，啊，这个香花供佛供菩萨，啊，不能有带刺的，啊，什么样的花可以供佛，什么样的花不能供佛，啊，什么样的果可以供佛，什么样的果不能供佛，啊，凡是带刺会伤人的，啊，不公这个。 啊，因为这是表众生世间里面的恶业恶果啊，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。所以，大地清净平坦了、啊。是清净平等心所感，确确实实。 静随心转呐、啊，心不能不静、啊、不能不善呐、啊。啊，要知道，世间所有一切万事万物，都是无常的，都不是真的。 只有德行是真的啊，清净平等正觉慈悲，这是真的，你永远能够带得走的呀、啊！啊，它不会随着 这个身体生灭带得走的，我们要好好的修，要认真的修啊！带不走的，不要留念。一切时，一切处。 都能放下啊！绝对不能把它放在心上，心上啊，只放一句阿弥陀佛，念兹在此啊，啊，那就是。 古人所讲的了，哎，准有好处。我们要记住啊，真经模拟供严师，这是讲大地上的装饰啊。大地装饰是什么呢？我们今天啊。 乘上飞机，飞到空中，再看看地面，你就看到地上的装饰了。啊，那地上装饰是什么？是河流，是道路，是桥梁。 这个是地面的装饰啊！啊，像西方极乐世界，哎，黄金为地呀，那个黄金为地是铺在地面上的道路啊。那我们现在。 最普遍的柏油路啊，水泥路啊。古时候啊，没有柏油，没有水，这个水泥啊，路面那时。 这个帝王行宫，它的路面呢是用砖铺的，啊，石头铺的，比不上。 华藏世界没有法身菩萨福报那么大啊！他们的地面真金摩尼菩提。啊，摩尼是宝珠啊。 不数行列因其中，啊，这个其中就是大地，啊，都是宝树行列在表法的意思里面，种种建树。 这个剑书无疑不是信的了。如跟我们讲的伦常道德，这个就是。 包书行列，无能是道啊，无常是德了，啊，这是我们常常讲的道德。啊，什么叫道？什么叫德？总得要搞清楚，搞明白。 啊，那么就一般来讲呢，完全是自然的法则，这是道啊，不是人为的，纯粹是自然。 五伦是自然的啊，夫妇是自然的结合啊，父子是自然的、啊。 兄弟、君臣、领导跟被领导、朋友啊，这个五种啊，人与人的关系，这个五种关系是自然的啊，不是哪个人的意思加在里面的，没有。 完全顺乎自然，这道啊,啊那么今天道没有了，道没有就是反而自然啊，不乎不顺乎自然了、啊、为什么呢？加自己的意思在里头，把自然破坏了。 所以今天这个时代，啊，如古人所说啊，“父不父，子不子；君不君，臣不臣。”父亲不像做父亲的，儿子不像做儿子的。 丧失了这个自然的关系，随着自己妄想分别执着，任意所为，把自然的法则破坏了，这道没有了。 的也是顺乎自然啊，但是它是局部的，不是自然全体的啊。自这个自然全体，我们称之为道，天道。 德呢，是局部的，啊，它是由一个时代，这个时代是个大时代，啊，一个地区，啊，这个地区也是个大地区，啊、像佛经上讲的娑婆世界。 啊，这是一个大地区。啊、释迦牟尼佛出现在这个世间。啊，他老人家的发运一万两千年。啊，一万两千年是这一个时段。啊，适合这个这么大的一个地区，适合这么长的一个时段。 你能够顺应，这是德啊！父慈子孝，军、啊、人诚忠。 啊，夫义，父亲，吾能失义这个失义是道德的根本呢、啊，落实。 在生活当中，落实在彼此交往之中，啊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五种常道啊，仁义礼智信。 儒家称之为无常，佛家称之为无戒。不杀生是仁呐、啊，不偷盗是义呀、啊，不邪淫是礼呀、啊。 不妄语是信呢、啊，不饮酒是智啊。儒家无常跟佛家的无界。是一不是二啊！啊，圣人。 所见的，圣人所说的，古人所说，大略相同。啊，我们仔细去观察，啊，看到什么？看到几乎是完全相同。 这些呢，就是著书行列、啊、孝悌忠信、礼义廉耻、啊、忠孝仁爱、信义和平，这个都是花术啊，啊，德术啊，人生在世间啊，要树立这个德行。 自受用，成圣成贤啊！他受用，不只是社会安定，世界和平。 人民幸福啊，不止啊，他还要往外扩展呢、啊，扩展到虚空法界，啊，与信德完全相应。啊，经里面的形容好啊，“松干垂条翠若云、啊”呐。 好像是这个千几千年的老树啊！啊，形容一个人的德行的建立啊，高出云霄啊！ 这个枝叶繁茂，表他的影响啊，他影响的覆盖啊，你看看释迦牟尼佛的大德。 中国孔子、孟子的德行啊，孔孟去我们两千五百多年了啊，我们今天提到他的名号，都都能肃然起敬。 读他的书籍，良木之心油然而生呐、啊！教化诱导啊，使我们幸福。 口服依教奉行。啊，佛的经典讲的更是周远呐、啊，详尽呐，啊，啊、教导我们。 怎么样做人？怎么样过日子？啊，怎么样工作？怎样处事待人接物？在这一生当中，得到真正的幸福美满。无论我们过去生中造作的是什么样的业因，这一生得的什么样的？ 不报，那都是小事，微不足道啊！啊，贫贱也好，富贵也好，都能够过圣贤人的日子，都能够过觉悟人的。 生活，那才是真正的幸福美满啊！我们都如书，知道颜回贫穷啊，啊，但是瓢饮呐、啊。 也会很幸运呐、啊，遇到孔老夫子，能够做孔子的学生，得孔老夫子的真传，他过圣人的生活所以他一天到晚不亦乐乎。 我们想想啊，要是解决贫穷，也会这个方法有效啊！啊，这是真的，不是假的。啊，物质生活水平。 平而乐，快乐。这一快乐了，就把贫穷忘掉了。他、啊、落的是什么？落的是道德了。啊，所以道德确确实实是超然。 超乎，超出了富贵贫贱啊，超出了世间一切的相对啊，把自己的境界提升、升华。 这个是世间一般的学术啊，学问所达不到的。中国、印度圣人如是，再看看西方。 我们看到那一边的圣哲啊，宗教的创始人、传教人，也往往能提升自己的境界啊，超越了富贵贫贱。 啊，与性德圆满相应的生活。再看第二首啊，它前面的六首都是讲的七世间，智条妙宝所状元。 化烟沉沦，光似照，摩尼为果，如云布普施设方，长线图。数既然是表的。 枝条呢，当然是心啊，道德的行为啊，德行呢，那个心是报。啊，啊，德行是世间真正的庄严。 真实的庄严啊，花光是将他书生的成就啊，德行的华严沉沦呐。 能表圆满呐！啊，光表智慧呀！啊，四照是照耀四方啊！啊，幕后这一句啊，普施十方常现图。 这个是对于空间的影响啊！我们以如跟佛做例子啊，如佛去我们两千五百年以上。啊。 今天佛光、如的光明，确确实实照耀四面八方啊！全世界的人民都惊讶。 这个现象现在逐渐逐渐明朗了啊，在南阳。我见到有人建孔庙，讲儒学。 在美国啊，我听到有许多学校里面开汉学系、啊、汉学里面当然是以儒家了为主流啊。 逐渐逐渐，这个影响在扩大之中。啊，佛教在这个世界研究学习的人。 也越来越多了，啊，我们的力量呢非常有限，啊，这些年来我们运送的经书善书啊，虽然数量设起来。 至少超过千万册了，但是依旧是供不应求啊！啊，这个是个好现象啊！运送金属的风气，我们在台湾。 现在运送金属的风气好，我们看到许许多多到场都热心在做啊，而且这些典籍流通到全世界。 最近十年，我们利用网际网络啊，电视的传播，逐渐逐渐。 这个影响自然的扩大了，许多地方热心的同学们，他们尽心尽力了，有钱出钱呢，有力出力。 把我们讲经的这些录像啊、光碟、DVD 普遍的也在流通啊，那么还有一部分他们在一般。 这个商业电视里面买时段啊，每个星期定期的播放啊，也很有效果。我们知道啊，这是个起步。 往后，不仅是佛法的传播，一般教学很可能呢。 都用这些技术方法了啊！学生不必到课堂去上课了啊！老师上课在哪里上呢？ 在录像室里面上课，啊，把音声画面利用卫星电视就传播到全世界了。学生在哪里学呢？随时随地都可以听老师的课。 都可以跟老师学习啊！我相信，所有宗教的传道一定呢也会走向这个方向啊！将来的电视机一定是可以带在手掌心里头的。 啊，小巧玲珑，随身携带，啊，能够啊收到卫星的传播。我想这个时间不会超过十年了。 寺院道场越来越不重要了。啊，无论你学这个一般社会的科学，啊，或者是学学习宗教的典籍，在电视，在网络。 荧光幕上，都得到了。这是花眼成人光丝道啊！啊，模拟为果如云布。 啊，果是你学习的成绩，你修学的成就，摩尼是自在呀、啊！啊，你成就的多，你成就的大，就像。 云彩啊，布满了空中一样。啊，这个里面有个人的成就，有群众的成就，啊，集体的成就。 不可思议啊！个人成就肯定影响一方啊，这一方的成就会影响四面八方。 现在讲啊，影响这一个都市啊，一个都市的成就，就会影响一个国家；一个国家的成就，就会影响世界。所以经文讲啊，“莫逆为国，如云布啊。” 这么大的影响力，在我一人，我能够不努力吗？我能够不自爱吗？我能够不发奋吗？啊，真的！ 明白了，肯定是勇猛精进了、啊，效法诸佛如来，效法法身菩萨。 普度众生啊，普是清净平等，啊，帮助虚空法界一切众生，这是诸佛菩萨的宏愿。 我们能不能做到呢？答案是肯定的，能呐、啊！啊，为什么能呢？虚空法界跟我是一体。啊，祝福如来能，化身菩萨能，我哪有不能的道理呢？ 要紧的是要发心，要发大心啊！这个心一发，首先要把自己不能的障碍除掉啊！不能的障碍是什么呢？是烦恼，是习气啊，是妄想、分别、执着。 只要障碍去掉了，德能的恢复不难，而且德能的恢复是很快的啊！恢复自信本具的智慧，无所不知啊！ 恢复自信本具的德能，无所不能、啊、同时也恢复了自信本有的向好，果得了、啊、古果报，华藏世界的庄严，极乐世界的庄严。 不是人为的啊，不是工程师设计建造的，不是的啊，自自然然成就的啊，是自信本具的向好吗？ 啊，什么道理呢？这佛在经上讲了：“一报随着正报转，一切法从心想生。”啊，华严出现品里面所讲的：“唯心所现，为事所变，不需要人。” 去思维、想象、设计、建造，不需要啊！自然成就的，一切成就，无不是随心所欲。 啊，像《往生经》里面所说的啊，我们讲《往生经》就是指净土三经啊，跟我们说明西方极乐世界啊平常生活状况。 思衣的意啊，我想一件什么衣服，这个衣服啊已经穿在身上了。我想吃什么东西，啊，你所想的这些饮食的时候，都摆在你面前啊，餐具都是金银琉璃、啊、七宝餐具啊。 不想要了，不想要就没有了。我们今天讲的科学进步还没有进步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样子啊，啊，那才叫科幻的世界啊！我们接着再看寄送的第三首。 摩尼，五地皆充满，众华宝墨共状严。或以摩尼作宫殿，悉现众生诸影像。摩尼。<coughs> 模拟 故地，这是讲的摩尼宝珠啊，啊，地面上的庄严皆充满。 众花宝墨共状元。表法的意思，在前面呢，多半都说过了。啊，我们要细心去体会。 总不外性得自然的流露，在现代西方人家磁场。 中国人讲风水、气氛啊，虽然名称呢不相同，都是说的一桩事啊。 模拟保姆都是纸这一类啊，这是有形无形的影响力啊。紧接着前面。 宋文而说的谚语，常常讲啊，“邪不胜正”呐，这个话是真的。但是又有所谓啊，“化弱魔强”。 发热磨墙是从相上讲的，现在的现象确实如此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个现象呢？修学正法的人少了。 跟随魔外邪知邪见邪行的人多了，这个现象才发生了。 这个现象不是一个好现象啊！古时候，圣贤人啊，看到社会现象，就能够预料到现前当来的。 吉凶祸福啊，这个用现代的话来说，它有科学根据，不是随便说的、啊、如果在佛法里面讲呢，那就更明显了。 有人问我：“何以见得这个世间会有灾难呢？”传言很多啊，未必是真的啊，但是。 种种传言，总不可能尽是空穴来风啊！啊，为什么会这么多传言呢？啊，这些传言。 可以作为我们参考资料，我们不能信他有，也不能信他没有，自己要用智慧去观察，啊，要用理智去判断。 啊，从什么地方观察呢？从人心上观察，从人的行为上观察，吉凶祸福，你不难见到啊！啊，你会看得很清楚啊，很明白，善因。 一定有善果，恶因一定有恶报。啊，自责还是自受，谁都不能代替谁。这不是假的呀！啊，古今中外呀、啊，这些实利。 太多太多了！啊，中居寺从美国给我们采购了啊二十几本关于这一类的。 书籍啊，这个是最近半个世纪啊，美国许许多多的学人、知名之士他们的研究报告啊，证明。 人确确实实有前生有后世，啊，确确实实有轮回，啊，也确确实实有报恩报怨、讨债还债，这这佛在经上讲的啊。 我们拿这些来证明啊，这佛经是几千年的年前的著述啊，翻译成中文也有两千年的历史了，可以跟现前所发生的事情啊来对照。 这些事情要多说啊！啊，我们要多听多读啊！为什么？讯息的力量力量不够，我们反复烦恼业障很重，非常健忘。这个健忘是业障。 往往把这些重要的讯息收获了，在一切时、一切住、一切处提不起警觉啊，还是随顺烦恼习气，天天造作罪业，不晓得回头啊。 这样下去，生生世世还要搞轮回啊！啊，我们学佛不是念念都想了生死、出三界吗？啊，求生西方净土吗？那你要时时刻刻提高境界。 不能再有轮回心了，不能再造轮回业了，改过自新，重新做人呐、啊！我们才有救，我们的愿望才能达到啊！啊，这一生。 要肯定，是在六道轮回里头的最后身、啊、六道轮回里面的一切人死无，通通放下，不能再放在心上了啊！一心向往。 极乐世界，这正确的，这个一点不错啊！啊这个心，这个愿，这种行，就是摩尼不地，就是种花宝木。 念念不忘，成就自己，供养大众，拿自己的成就作为供养，这是法供养啊。 一切供养中啊，法供养为罪呀、啊！啊，下面两句说的更好啊，或以摩尼做宫殿啊,啊，宫殿是什么？ 它含的什么意思，我们要懂啊！我们不要一看到宫殿，就想看到中国古代呀、啊，啊，皇宫里面建筑，我们这样想，这个意思就非常自小了啊！你要知道这两个字的本意啊，宫。 是我们居住的场所在，啊，你每天生活起居在这个里面，啊，这称之为宫啊。二呢是集会、办事的，大众在一块办事、集会的场所。 换一句话说，公是私人生活的场所，店是公共办事的场所，这个意思就广了。无论是自己独居，无论是出众啊，都要随顺呢、啊。 但是随顺信德，就是这一句的意思。复以摩尼做宫殿呐，啊，自己的私生活以及跟大大众在一起相处，啊，总不利性德。 我们很具体的来说明，我们决定不离真诚、亲近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，这个就是随顺性的。 啊，开始学的时候随顺，学到自己其入的时候，随顺的念头没有了，自然啊就是的呀、啊。啊，但是我们开头开头在迷呀、啊，啊，我们现在用的是什么心呢？自己要清楚。 我们现在用的心虚伪也。啊，对一切人事物从来没有用过真诚心。 这个很可怜的、啊，很悲哀呀、啊！不敢以真面目面对大众，总要伪装一副面啊，你说这个多可怜！ 伪装的再巧妙，总有一天被人揭穿呐、啊啊！假的嘛、啊！用的是染物的心，啊，用的是高下心、愚痴心、自私自利心，现在用是这个心呐、啊。 这个心就是轮回心呐、啊，造轮回业啊！纵然给你居住到金银七宝的宫殿，你也脱不了六道轮回啊！你也没有办法了生死啊，悲哀呀、啊！ 那要是一生没有遇到佛法，没有遇到圣圣贤教诲，那就不说了，没有缘嘛。啊，这一生要是遇到了，遇到你不回头，你错了。啊，遇到要真正回头。 遇到还回不过头来，还继续要造业，这什么原因？实在讲啊，佛在经上讲的很多很多啊，你要是读大藏经，你就晓得了。 妄想习气在作祟啊！自己虽然明了，但是扶不住烦恼，贪嗔痴慢还会现前啊！自己没有能力克服知道错了还要继续错下去。 啊，佛哪有不清楚，哪有不明不明白的呢？啊，佛确实有方法了，教导我们了。啊，克服基本的困难。 佛教我们八个字：以戒为师，以苦为师。啊，这是佛教导我们怎样克服基本的困难。啊，就是你严重的业障，你要坚定持戒，你要。 决心呢，就吃苦头啊！果然能够把这两句话认真抓住了啊，依教奉行，你就有办法。 有能力克服你自己的烦恼习气啊，降服你的贪嗔痴慢了啊？为什么不能持戒？我们有没有认真去想想？啊，不能持戒的原因？ 还不是贪图五欲六尘、名闻利养的享受吗？啊，这个念头就是无量借来的烦恼习气啊！ 不了解事实真相啊！啊，也不知道圣贤是现在世间的教化。 这个里面的境界很复杂了啊！没有相当智慧，你没有办法辨别。 你没有办法升起真正的信心、运行。啊，这个是佛法修学上的困难处。 我们很幸运啊，在这一生能把这一个难关突破啊！我自己的经验贡献给诸位同学啊！我怎么突破的？我是天天在讲经。 用这个方法来突破的啊！这个方法就是常识熏修啊！我知道那个熏修的力量不够啊，不起作用啊！啊，老毛病常常犯呐、啊！啊，五十年的时间。 天天在寻修啊，才能够在一切时一切处不再迷惑了啊，警觉提起来了啊，真不是一桩容易事情。 我是一个中等根根性的人呢、啊，不是上智立根呐、啊。啊，上智立根哪里要五十年的时间来熏修啊,啊？十年的时间足够了、啊。那是上根之人。啊，那我们得属于中下根呐、啊。啊，这么长的时间。 好在很幸运，这个熏修没有间断。啊，熏修之不间断，这是靠护法了。啊，我对于老师护法的恩德，啊，感恩的心情，比一般人。 加重啊，原因在哪里？你们能知道吗？真正得利益，才知道感恩呢、啊。 啊、那你们大家啊，也入佛门了，甚至于也剃度出家了，在佛门里面也混了十几二十年了啊！你们这种感恩戴德的念头很微薄啊！啊，那什么原因呢？ 你们没有得到佛法真正的利益啊！好像佛菩萨、老师、护法对我没什么恩德吗？真的生不起来。 啊，那为什么生不起来呢？熏习的时间不够，或者你天天念经，天天听经，不认真，啊，听了或许不懂，懂了做不到，啊，这个就是不是真学，真学，这个经听不懂没关系。 总会懂得一句两句嘛，懂一句我就做到一句，懂两句我就做到两句。哦，这个样子你一张笑了，你智慧开了，啊，戒心相应吧、啊。 结了不能行，等于没结；啊，信了不能修，等于没信呐、啊。我们细细思维，毛病是不是出在这个地方？ 古大德教我们：静坐、常思己过，这是真正修行人呐、啊。发现自己的过失，就是佛家讲的开悟。 啊，失觉，你开始觉悟，了。把你的故事改过来，后不再造啊，叫真修啊。啊，老毛病、老习气，为什么改不掉？啊，再要不改，你就来不及了。 人在这个世界，凡人逃不过命运呐、啊！啊，你自己呀、啊，要认真反省、检点、观察，我能长寿吗？ 啊，你想想你自己能活多大年岁？看看我们周边的亲戚朋友啊，到中年之后了，还有多少人？啊，到晚年了。 五十六十就是晚年了，啊，还剩多少人？七十以后啊，你一生之交、啊、大半都不在了。啊，古人说的很好啊，“人生七十古来稀”。 啊，我们办这个出世间大事，要有时间表啊，不能够拖延啊，一拖延坏了，后头怎么没时间了？啊，这一生空过了啊，我算不错。 啊，年轻时候很多人给我算命，我的寿命只有四十五岁，所以我二十六岁学佛，我的时间只有二十年了，四十六岁就要死了。 那就不能不认真，不能不努力，啊！我必须要在二十年时间当中完成。你们的命比我大，啊，有的是时间，好像不在乎，但是很难讲啊。 你每天看看报纸啊？我现在是不看报纸啊。年轻的时候，啊，我每天看报纸，啊，我看什么呢？跟人家看的不一样，啊，我的同事朋友都觉得我是很奇怪的人。我打开报纸，头一个看副文，今天哪些人走了？这个里头男女老少。 天天看，啊，为什么呢？我很清楚，啊，哪一天我跟他们一样也走了，啊，我这一点的警觉性很高啊，啊，这是真的，这个不是假的。 佛常讲啊，世间无常啊，过途为罪呀！啊，这是师尊给我们的忠告，跟我们说实话。啊，我们时时刻刻要警惕自己，要成就道业。啊，能够啊，不受。 无常的干扰啊，不受、啊、微脆的影响，我们这一生活得有价值、有意义啊！这一生当中，永脱轮回，没白来。 这个恩德是老师的，是护法的，没有老师指教啊，指导，没有护法护持，我们怎么可能有成就？啊，我报老师的恩。 保护法的呢？是以奖金教学，唤醒大众。 这个几年，好像是有一点福报了，我在这里建一个道场，供养大众，啊，四众同修，我都供养，我当护法。 成就大家的道业啊！这个是上报四恩的具体行动啊！你们在这个环境里头。 身心安稳呐、啊，没有忧虑啊。只要能放下外缘，一心向道，没有不成就啊，今天外援非常殊胜呐、啊。 你们要珍惜啊！你要晓得，我能护持你几年呢？啊，我年岁大了，所以你们也应当像我早年，要定出时间表。啊，家公用恨呐、啊！ 快快的成就啊！你们的成就比我提早一半的时间，啊，我用二十年呢，你用十年，行？为什么呢？今天你们的修学环境比我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呀！啊，我那个二十年修学是。 非常的艰苦啊，不容易啊！啊，那么这是给大家做参考的啊。起心动念，因与造作。 要跟信的相应。幕后一句：谢谢众生注影像啊！众生的影像就是性相，理事因果啊，在一切人事物里面。 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你是觉悟的人啊！如果对于一切人事无，你都没有概念，你依旧在无明之中，迷而不觉啊，或者。 一天到晚妄念纷飞，啊，你生活在钓局之中，这两种都是严重的烦恼习气。啊，佛有对治的方法。 对之无名。用关照啊；对之妄念，用禅定啊。啊，关照跟禅定合在一起，那这个方法很妙啊。 不经、听经、听经要专心，专心是定。啊，听经的时候，一个妄念都没有，专心听就是修定了。啊，这个经听得清清楚楚、明明了了，那是关照。 关照跟禅定合在一起用。啊！我这个几十年的方法呢，多半用这个啊，在用用这种方法了，大概要占百分之八十啊，很有效果啊。 啊，真的，烦恼轻，智慧长。再看下面一首，第四首：祝福影像摩尼王，菩萨其地弥不周。如是何以辨是方？夜夜城中先见佛。 这是宝书啊！啊，这个前面六首都是诵的宝书。啊，宝书，我们前面讲了德行的建书。 种种德行里面，见到你的智慧，见到你的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那就是诸佛影像摩、摩尼王、菩萨其地、弥不周啊！在你生活当中见到，在你工作里面见到。 在你处事待人接物，通通见到这个祝福，影响自信佛宝。啊！自信三宝。 自信的法宝是自信觉，自信的法宝是自信正，自信的身宝是自信净，菩提心里面就具足三宝。 至诚心，身心回向发愿心。马明菩萨在七心论里面讲的，执心、身心、大悲心啊，我们把经论合起来看，你就清楚了。 啊！我把经论合起来，然后写了十个字。啊，真诚心是自信之体呀！啊，自信的本体。 设佛宝行，设法宝也行。啊，佛宝跟法宝可以互相通用的。身心自受用，自觉自受用，清净心、平等心、正觉心。 你说身心是佛也行，说身心是法也行。大悲心、回向法愿心，就是大慈大悲大慈大悲是他受用。 我们的心与这个相应，就是诸佛影像摩尼王，菩萨其地密不周啊！啊，你的心显现在哪里呢？还不就是显现在你日常生活当中啊？显现在你日常。 工作里面，啊，与一切大众交往，啊，处事待人皆无之处，啊，你的真诚、亲近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，啊，都用在这些地方啊。 表现在外面的那个形象，看破放下，自在随缘念佛，这就是菩萨呐、啊，这就是周遍呐、啊。 昼夜，刹那不离。这个纲领简单扼要，你很容易记住啊。你要常常拿着这个纲领，跟自己齐心动力，言语造足。 常常来对照啊，我是不是跟这二十个字相应？如果你果然跟这二十个字相应，你是在行菩萨道，你是在行佛道啊，也就是说。 摆在你面前，这个十法界、十条道路，你是在哪个道上？啊，自己要很清楚、很明白。啊、这个倒不错啊。啊，目的地呀是佛菩萨，是华藏世界，是极乐世界。 肯定超越六道，超越十法界、啊、如果还与这个世界有留恋，放不下啊，还跟别人有争执啊，有妄想分别执着，那你就又拉回来了。 你又搞六道轮回了啊！初学的人总是这个拉锯战呢，那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呐、啊，进进退退啊。与这二十个字相应是进啊，与烦恼习气相应呢就退了啊，进进退退。 刚刚学肯定是嘛，进得少，退得多啊，啊，要认真，要不能间断，啊，进进退退不怕，是一个正常现象，啊，如果你只进不退，那那你是再来人，你不是凡夫啊，啊，凡夫哪有不退转道理？ 啊，到功夫得力的时候，进退自己很清楚，啊，一点都不含糊，啊，慢慢的说，慢慢转变，就是进的多，退的少，啊，到直进不退的时候，你成功了，在我们念佛法门讲的功夫得力，啊，功夫得力，你就保住，嗯，只有进，不不会退了。 你不会被外境所转了，不会被五欲六尘诱惑了。这个时候，你只要一念，只要发一个愿，阿弥陀佛就会来接应你。因为你的心愿、解行完全同佛。 啊，跟佛志同道合嘛，他不来找你，他找谁呀、啊？我们往生有把握啊，这一生得度了，啊、这一生得度要自己度自己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此。